兄！卖香烟了，香烟、瓜子、花生米。谢谢。你开枪不也没打死他吗？行了，至少咱们三个没事啊。哎，不过话说，刚才就我们三个，那是什么人啊？不管那是什么人，只要是敢刺杀日本人的，就都是爷们儿。对，这说明了，想要杀中岛隆吉的，不只有咱们三个人。刚出手中了，对不起。哪回你下手轻了？还倔，就知道打我。咱们要刺杀的是德王的军事顾问，一不留神，我们三个人都会没有性命。你说你怎么能临阵害怕呢？我们哪知道啊？不管怎么样。是你带我们来的，这一次咱们绣花社呀，
记你一大功。对，记你一大功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是走不动了，我们还是坐车吧。你刚才腿受伤了。坐车？现在警察肯定沿路布满了岗哨的。朱正斌，你要是想死，你坐，我们可不陪你。哎，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！走，喂，你等等我！没良心的！国民党のスパイ。話によると、荷物を持ち入手は国際で訂正しました。兵士以外、犯人の数は4人です。この荷物はその1人のです。どうかしました。4人の犯人、そして撃たれた銃は2発。そのうち一発は中島のものだった。重要なのは犯人が荷物を忘れていったこと。プロの犯行ではない。そして犯人は骨董銃を使っている。どうやら犯人を見つけ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いようだ。开门了，你们几个，我们又冷又饿又累了，有没有吃的呀？赶紧进去，赶紧，快快快，走，行行行。孩子们出城买书，结果钱丢了，三个人走回来的。哎，您可别动气啊。张首领，兔崽子，出去也不打招呼，我们多担心呢。看你是不一样，谁敢打我儿子？我要跟他没完！娘，娘，你看我爹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背后有点痒，你帮我挠挠。